的老祖呢是81年直接从无极天降世下来的，当时呢就只有一张的画像，然后呢又很有信众呢就说啊，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神尊？所以呢，当初我们老祖师说没有钱，如果租得到我就租。哎，既然有信众跟我们说可以租得到神尊，结果我们租了观世音菩萨、伽蓝菩萨、韦陀菩萨三尊，拜了几年之后啊，我们的老祖说他的金身要出来了，可是呢，因为资金有点庞大，我们老祖师说没有钱，没有办法。然后呢，我们老祖说不用担心，一个礼拜资金到位。所以呢，老主持只跟所有信众讲一句话，说老主要今生，所有的信众发心发愿，竟然在一个礼拜以内就把所有的资金通通都筹到了，就是现在看得到的老祖、天公、地母、观音、佛祖。很多人都想说老祖是谁？老祖是三清道祖的师父，宇宙混沌的那一气就是老祖。所以呢，老祖幻化成为天龟、地龟。虽然说一起化三千，可是老祖教导我们的是一起化两仪，两仪化三千，三千化四象，四象化五路。那老祖最厉害是什么？就是这一本无字天书。所以呢，我们都有百事可问。爸爸在去年的时候，就是2021年大概4月底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是突然休克，就是欧卡的状态，然后到医院去就是急救了两次。那爸爸那时候就是放了主动脉气球帮浦，还有就是叶克膜，其实算是一个状况很糟糕的。其实我本身是心脏科的医护人员，然后我自己知道说爸爸以当时的状况存活率大概只有40%而已，救活之后能不能就是清醒也是很难说，搞不好就变成植物人这样子。同事在这边当神职人员来修行，所以他就有建议我就是来求阿祖，就是让爸爸就是百病消除，然后可以好走路出院这样子。然后就是有祈求阿祖的帮忙，让爸爸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大概就是经过6个月的治疗之后，爸爸已经很健康的出院了。就是非常感谢阿祖，就是非常慈悲，让爸爸就是可以度过这一次难关这样子。会跟老祖去缘到，最主要就是因为咱一起老祖庙亲事问事，就是我的爸爸是一个很健康的爸爸，常常中风破病，然后上来重点是阮家的仔儿是一个有4个的，无半个人有在了替我斗分担。我逐天久坐啊，跟我斗三工，希望厝内底兄弟姊妹会当斗分担，小逐礼拜从爸爸来陪伊来治疗。虽然嘛是无人跟我斗三工，但是做啊给我力量。今仔日我爸爸2年的治疗，中风的部分，到伊即马规个身体拢好啊。做啊呢，常常教导我们圣凡双修，圣事凡事一起修。家是修行的最大的后盾，要把家顾好了，才能赚到钱，你的圣事才可以做得更好。来恭祝咱的30周年，咱将用咱的地母娘娘，把咱的观音佛祖母亲节快乐。今年是我们庙庆的第30周年，所以呢，我们有请桃园市道教会，来帮我们做为期3天的科仪法事。我们的庙庆很神圣，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老祖庙、财神庙跟所有的无形宫都一同庆生，所以老祖呢有昭告3界内外，在盛会期间可以调解所有的事情，所以啊。有参加庙庆的呢，我们有做8项科仪。第一个祝寿，第二个设因果冤亲债主调解，第三个谢主，第四个神佛调解，第五个地基主调解，第六个福德正神调解，第七个阴灵调解，第八个动物灵调解。我们有没有出去外面许愿的时候忘记还愿了呢？我们有没有应该要好好的拜地基主而却没有拜呢？我们有没有在你的那个里应该要去拜福德正神而却没有好好的去拜呢？这三个就是帮你做调节。阴灵呢，无论是有缘无缘的小孩帮你做调节。动物灵呢，如果有养宠物啊，
有毛小孩啊，再来做动物灵的调节。然后呢，祝寿就更不用讲了，设因果运亲财主调解，顾名思义，字面上意思就是拿来设他跟调解他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庙庆做八项科仪的东西。啊，今天做科仪吼，就是讲给咱的老祖祝寿，和咱这些信徒事业发达、平安顺遂。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做六道施食科仪，因为呢，我们要向六道无形的做施食化食，让他们离苦得乐。这些功果回向给庙里面跟报名者，才可以让你们财源顺境，阖家平安，大家发大财。在我们的财神爷那一边，设口谕口业跟调节口谕口业，我们请大溪老街很有名专门做捏面人的师傅来帮我们做跨心。什么叫跨心呢？看东西的看，身体的身，顾名思义呢，就是把无形的东西换成有形的东西。举例，你会看得到有鱼啊，有水果啊，幻化成这些，然后我们来做卸它的动作跟调节它的动作。